谁啊？太医特意嘱咐，殿下再也不能轻易见风，所以还请太子殿下恕罪。皇叔武功盖世，乃天宁战神，以一敌十，这区区一个风寒，怎么可能伤得了皇叔？太子殿下，不可。给我让开，你再拦的话就是违抗圣谕。退下。刺杀秦王，帝王无情，怎么你不敢？舅父，不是我不敢，这秦王势大，万一刺杀失败， 我在宫中就更加艰难了。哼，秦王再厉害也暗箭难防，再过几天就是他大婚的日子，到那时候秦王府来往复杂，正是防备最弱的时候。舅父说的对，那个时候下手再合适不过了。你这样根本就不算是过门，还好意思称自己是秦王妃。公主，我这婚可是太后亲赐，陛下钦点，你否认我是秦王妃，就是否认陛下的旨意喽。大胆，竟敢污蔑本公主，来人给我掌嘴。是。嬷嬷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本宫要亲自掌嘴。是是。